提高思维能力，用巴拿 APP 科学系统培养孩子全方位思维能力。孩子喜欢，家长省心。本节目由斑马 APP 独家冠名，学思维、学英语、学阅读，3到8岁上斑马，上唯品会买超值好物，过品质生活。本节目由唯品会联合赞助播出。别放了，赶紧戴个手套干活吧。我给你们准备的。你说丑的那个？小丑就是我自己。谢谢您，好残忍。他就卡住了。你是不是应该多疼我一点？他会不疼你？你这样站这里干嘛啦？我今天这让你去体验一下。我踢你的头。没得踩，可好难吃啊！旁边不就是火鸡吗？对呀、啊。哇！哦、你有佛哥，今天加五男保留项目。本节目由斑马 APP 独家冠名，学思维、学英语、学阅读，3到8岁上斑马，上唯品会买超值好物，过品质生活。本节目由唯品会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让男人爱上家务的智慧家庭场景品牌3亿秒赞助播出。本节目由真的有肌肉的泰特勒基金赞助播出。每周6、12点看《不做家务做什么》第3季，会员专享精彩未播。每周2至4，《男人的家务日记》第3季，深度围观逗趣日常。关注做家务的男人官方爱奇艺号，观看更多节目精彩花絮。上微博参与做家务的男人任务互动，赢取家务好礼。好，欢迎收看爱奇艺自制综艺《做家务的男人》第3季。本节目由斑马 APP 独家冠名，学思维、学英语、学阅读，3到8岁上斑马。本节目由唯品会联合赞助播出，上唯品会买品质好物就是超值。从本周开始，我们的开场依然会有一个话题。这一周的开场话题是，在家里面不做家务的那一方有没有必要付一些家务成本或家务的费用给那个做家务的一方？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信息时代了嘛，时间成本啊、人力成本是越来越贵，就算你请家政阿姨也是得计费的，为什么在家里那个就他做家务就不给一些费用呢？首先请表态，觉得要给的请举手。啊，空前的一致。那给吧，给吧，我给。哎呀，我这太难了，我也觉得应该给。嗯，你觉得应该？那我觉得不应该给。你把这当奇葩说了吗？你，你可以随时那个倒戈。不是，就很犹豫。就是我其实一直觉得应该给劳务费，但是呢，这样的话，我会觉得支付那一方是不是在家里就变成你的老板了？这个又是我很不爽的一点。就是你可以给，但是你得心怀内疚、感恩。这样给，就是你给了不能说这事儿就结束了，就是你钱给，但是好话还得说，那种就是冒着星星的那种眼神还得给，就是干着老板的事儿，但是不能够摆出老板的姿态。当然了，你还得摆着一个员工的姿态去给对方钱。不是，就是你们家庭关系中还是应该是平等的，就是这个钱应该不是说就明码标价，说你洗碗一次80，不是这样的，是一周结束的时候突然你收到了一个888的红包，说辛苦了。哇，这个太便宜了。你真的不了解家务费到底应该是多少钱。你知道现在请阿姨有多贵吗？哇，现在请阿姨太贵了，真的。我举例啊，我举例。宋爸，你觉得阿姨做家务的话，你要给她费用吗？我不是太过赞同这个意思，就是一个家是应该共同承担的嘛，两夫妻。我认为给一点那个表示是可以的。啊。这个意思，有时候。哎呀，这做得好，也可以吧。听一听博士怎么说。其实我愿意为这个家付出，是因为就像刚才说的，是因为爱嘛，对不对？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家是我的一部分，所以我愿意为他付出。所以如果引进钱呢，实际上贬低了这个付出了。
因为我的这个爱，我的这个付出是无价的。总结一下，就是做家务可以给钱，但这个钱是爱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它更重要的是你要被看见、被认可、被尊重。没错。好，这是我们的开场一个话题的讨论，然后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观察他人，从而观察自己。打开唯品会搜家务，就能够买到节目里面的同款好物哦。唯品会品牌特卖就是超值。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千画家的 VCR。我今天安排了一个事情给我们去做。你就带我干嘛的？就带你去看一下，体验一下另外一面。那之前以前有跟我说过想体验一下那个田园的生活吗？这表情定格。所以今天我带你去田园去体验一下。那什么田园啊？做很久切的那种吗？对啊，试一下。为什么你之前不是很想去那个田园的生活吗？我很想去，但是我心目中的田园就是一种很漂亮的一块田，然后就是很多花种菜啊这种，但是不需要自己去种。不需要自己去种。然后就是我可以去那个，就是那个田附近是要公园或者是那个草地，然后就可以在这里野餐的那种，喝一个香槟，这好漂亮。你是看太多童话片了。你带我去什么地方了？到底？就试一下，就去种田啊。赶赶鸡、赶赶鸭什么？就是赶赶鸡啊！我心目中的田园是没有赶赶鸡，是要拐顺。所以我带你去真实的。你每次在说带我去的地方是整我的？不是整理的、啊，就是给你体验。你不觉得去做一些从来没做过的事情是很好回忆吗？很多事情从来没做过，包括打人。他们俩斗嘴好可爱啊！船到桥头自然直。我有听过，但是船头现在我都看不到什么直。等一下到了那边就是看到那个桥头了吗？坐了两个小时车还没有到，听着都好遥远的感觉。哇，到了。啊？哪里啊？到了，这是百年老宅。百年老宅。还有春节的那个灯笼呢，哎呦！哈哈，哇，不错吧，是吧？啊！好不好？好不好？浑身写满了抗拒，感觉你是真的被绑架了。去哪了？什么都没有哎。怎么什么都没有？我们住在这里啊，哇，好特别。我们看看。哎，哇，哇哇哇！你看，我跟你讲，我要起个音乐，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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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哇！我瞬间兴奋了，哇 ，OK 耶。它是挺漂亮的，嗯，确实搞宅，哇，好有氛围啊！哇 ，OK 耶，哎，不错不错，哎，你看你看你看那床，哇，我觉得挺好的耶。
OK 哎，咦，唔系喎，真系几好喎、啊、，OK 啊。讲多少遍啊？哇，哎，这个真挺好啊，现在还开心了。我觉得挺好。我们现在玩一个游戏。有什么游戏啊？我，你坐后面，我踩。不可能，我跟你说很重的。你试一下啦。唔系啊，佢都话一个，头先你踩一次先啦，不如你踩一次。你试一下，你根本就不知道。过来啦，快啲啦！乡村爱情。我咩坐上去啫？试一下，试嘛。点整烂人家嘢啊？你试一下嘛。哎，你真的拿丁先生一点办法都没有。我觉得我太重了吧。哇，好惊啊！好。高兴了，坐下就笑了。感觉有个甜蜜蜜的感觉。你看我开多好，我在说话。哇，在那个草原上，好漂亮啊！这里，哇，这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地方。对啊，好浪漫哦，好难忘的一天了。你不觉得这个感觉很浪漫吗？现在有感觉到浪漫了。哇，真的好冷哎。我们来有肯定有些东西要做的。现在干嘛了？你想去干活干会儿是不是？对。哎呀，但是这里好舒服，我不想动哎。你现在坐一下休息一下吧，坐了十五分钟。要不然你干活，我在坐在里面啊。要一起做的。我要怕晒，要一起晒黑。要一起做的吗？哦，这里。哇！所以我跟你讲，你如果跟我说话，我现在有三颗在里面，我丢了。你为什么你的手要拿这么多呢？还要打起来。你放回去，你那这么多干嘛？你不要说话了好吗？你去干你的活。你干站着干嘛啦？我看着你啊。你看我这干嘛呢？你干活吧。我话说的鼓很快啊，这一次要给你试一下。为什么要累的给我试一下？体验吗？这种就是体验。我今天就是让你去体验一下。我踢你的头，踢你个头。是这么薄的吗？是不是你挖的不够深？不是，是你挖的不够深。我只是话说一下而已，你深是你去做的。打一下怼，对啊，你老公很喜欢在旁边念，他在整我啊！你看到他每次，他在整我，他觉得这样好玩，他很好玩吗？是跟你一起玩的，他觉得好玩，他自己一个乐趣，对不对？建立在我的痛苦上的，他一直在边界在那个试探，我看千花什么时候生气。啊，好累啊！那这样子就很累了。哦吼！
Round one, ready, go。快点做啊，那你，快点做。一副看好戏的样子，他一直在激怒，就是快要那个。为什么你停下来了？我观察一下你的做的好不好。你在看着我这干嘛了？你先做完这行，到我做。你现在穿的一个好像交警一样，是你买给我的一个衣服。因为你念念不忘昨天你的考试不及格。哇，太坏了！哇，好累啊！你看他特知道那个分寸，就快崩溃的时候。哎，我看到你真的是，我再拿一个工具过来吧。啊，你也很好，就过来要帮他一起做。这个我要试一下，怎么打水？都掉进去，对不对？掉进去。哇！哇！这样踩下去啊？哎。你要试一下吗？不咁阔喎，你啊！我是聪明的。唔系，唔好咁阔得都话，你越嚟越阔啦，系。转一下。哦。一半对不对？三分之二。哎，高了高了。这里其实挺舒服的，你觉得吗？对啊，我就说这个，所以今天我们来是对的啦。我以为你是整我，然后带我去那么，这是一个是热带雨林的那种。那不是不是。然后哎。好舒服哦，这里很治愈，我觉得真的是很放松的一个地方。我就可以啊，啊，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呗。岁月静好啊！你看，住在这个农村田园，种完田，坐一下，发发呆，可能就坐一整天。是啊，其实人的生活就是这样子。回馈平淡的时候，沉淀自己，然后想一下，我们人生其实真的最重要、最需要的是什么？每天这么拼命是为了什么？所以有时候我会想这个事情。没有，我有想过这个问题，可能是就是这几年的爸爸妈妈，你看的时候，他真的是变老了，有一点就是心里面也是很难过，但是那种难过是，哎，我不能说那个东西，就是那种难过是，我一直就是追求那种，就是那个问题的结果好跟不好，或者是成功不成功，所以我忽略了很多过程的重要。对，现在呢？因为你长大看到爸爸妈妈的那个人生，你会现在有些时候是好后悔，花太长的时间去追求那种结果，你忘了那种过程的那种情感，因为你解决问题的那个过程或者是那种情感是最宝贵、最温馨的。聊一天，聊天也要哭着呢。我走到现在，我发现，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我觉得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最重要、最快要学到的，不是成功，而是我们要最快的斗快去学到什么是失败。失败，第一个是失败，第二是失望，然后就是失恋，这个是人生很重要的，要成功最重要的元素。对啊，就是让自己可以在这个三种那么好像是很悲哀或悲观的状态底下生存，
如果你可以解决到这三个情绪或者是三个东西，就可以很幸福的走下去。对，这个我也非常认同。你看多好，坐着聊聊，在家里都没有办法去聊。这个地方，这看着这地方，就会突然间要想一下人生应该是怎样。挺好啊，对不对？理想生活应该是这样的。干农活真的不容易啊。谁知盆中餐，粒粒皆辛苦，不知道现在孩子会不会体会到。现在孩子啊都在学巴马 APP， 对股市啊含义理解得非常好。巴马 APP 的效果确实很不错。对啊，而且现在啊在那个巴马 APP 跟霸斗一起认识的许侠客，跟许侠客探险，明白了什么叫渡万卷书行万里路，还和我一起做了读书计划表，每天都主动阅读呢。孩子能够有那个阅读的习惯是非常重要的。是的是的，你看啊，巴马 APP 的阅读是通过动画儿歌形式讲述知识，孩子非常容易理解的，不仅学了古诗成语和常言，还能培养良好的兴趣爱好。巴马的 APP 真的很好哎。看要煮什么？你想煮什么？我们做一个那个冷菜，番茄炒蛋，好不好？番茄炒蛋，然后我看看啊，猪肉炒这个辣椒吧，然后就炒个蔬菜，好吧？可以啊。边度有滚水？即系边度而家烧柴啊要。哦，这个很难。好难啊，这个。上面它有一个什么东西吗？是？对呀、啊，他没看到，可以吗？啲木好难着火，系咪要整啲咩落去噶？有啲咩巧妙噶？都烧完了，旁边不就是火鸡吗？对呀、啊，用火枪唔得，唔系啲柴佢好难着啊，啲柴好难着，佢好系啊，佢本身系湿啊，真系吓，你问下佢借啲禾秆坐咗再，好，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我借一些草还是怎么？因为我们透不到那个灶。那个火不出来啊。哇，好多他妈加个点了。哎，这个会用吗？风箱？什么风箱？这个。哦，是有风箱。哎，那里有风呀。它这个风朝这边还是？它是风两个，一个是到里面，风到里面，一个风到外面。风到外面，现在有风了吗？这个猪蹄料我都很难，你看，熟了吧？对呀、啊，我伯伯他就在弄那个，没风，风扇对吧？
有。劲啊劲啊！这个双喜有风啦，好像可以。哇，劲啊！谢谢你啊。伯伯，伯伯好不容易走过来，又要走回去。像你关的话，就按这个，好吧？好的，谢谢。谢谢。好，哈，滚晒咯啲水吓。几劲？好，我们先做这个冷菜，因为冷菜能放嘛。喂，系咪攞咩兜嘅？咁攞嚟滗水嘅，唔该。旁边不是有铲子吗？系啊。对啊，给我番茄。哇，好香啊！你老公不像不会做饭的样子啊。他不会啊，他很自信哈。啊，这个就滑蛋啊！哇，好香哎，很像样，厉害了！看起来还蛮像样的。对。哇，好厉害！我们夸太早了，味道应该是 OK 的。好。你真现在已经很成熟了，我觉得你比我还厉害。好会鼓励啊。我觉得真的煮饭真的挺好玩的，我没有想过这一次跟你去旅行，然后发现原来我是可以煮饭的，厉害厉害厉害！这个最搞笑吧？哇！呢个火嘅，点解会咁嘅？因为系咁啊，抢火嘛，头先有啲窿嘢喺度嘛。哦，今日会点噶？咁我觉得你而家可以怼啲辣椒落去咯。我这个是没事的吗？好可怕哎！系咪黑咗啦已经？没有关系。好笑我去啦，咁样。厉害！哇塞！快炒就可以了，我觉得啊。哎，看上去还可以啊，我觉得。可以啊，我觉得。哇，劲啊！啊，逃一下。啊。OK， 试一下。吃饭。哇，好吃。真的啊。这个猪肉你看着有点黑黑，但是我跟你说，一点都不是很好吃。我老实讲，我这不是自己沾自己，我觉得全部都可以。真的好吃。真的很好吃。来。好温馨啊！幸福。那你今天来这里开心吗？开心。那如果今天真的因为你整我，我在中间溜跑，那你怎么样？我不觉得你会逃跑。老实讲，如果你真的逃跑的话，我是不开心的。不开心是因为原来我是不够了解你，去安排这个。你会逃跑，就是真的忍受到要逃跑已经很严重，因为你也不想我不开心。对啊，我不会，不是啊，请了解我啊。哈，嗯啊，就是我这一辈子没有想过
我一个人会这样子，然后跟你一起，我真的没有想过这样子旅行，就是两个人好好的，很简单的就够了。人在哪里，家在哪里？对啊，嗯，我觉得我们两个一起就是最后，因为价值观就慢慢磨合，我们变成家庭，就变成一个家的价值观。嗯。所以才可以一起啊，我们的价值观不能够根本我们不会一起结婚一起生活，因为你会遇到一些人就是不能够用灵魂去沟通，但是遇到一个深层的深度的那种分享，那个才是一辈子的那种依靠啊。好浪漫啊，幸福向往的生活。那天是一个很大的反差，说实在话我真的以为他整我，因为他是好奇怪，他经常整你是吗？对啊，没有想过原来那个地方是那么漂亮，然后也是挺有意思的。哎，我们刚刚要问博士一个问题了，就是他在工作的丁先生就一直在旁边盯着叨叨攻击他，这是什么乐趣？其实你看就伴侣之间呢，他会有各种各样的游戏的。当我在贬低你的时候说你不行你不行，那其实也是在说你看我是很行的，可是我为什么行呢？其实有时候也是在说你是可以依靠我的，我希望我在你心里是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也许你先生就是在告诉你说你看你不行，可是我也会照顾你啊，会保护你啊，我在你心里还是重要。那也有可能吧，对，都会，男人表达的方法跟女人不一样。对对对，我是最感动那个解读，他说如果你真的逃跑的话，我会觉得我不够了解你，我会对自己很失望。对啊，哇，这个真的是好美的一段情话，有点吓到，是说突然说一些，哎，他说的很认真。对啊，两个人相处最主要是这份那个了解的笃定。对对对对，真的，他说这话的好笃定，他特别确定你不会逃跑，他特别确定你在什么时候会在什么地方，这夫妻之间这个很重要。所以你现在如果作为那个姐姐，有什么要跟 CC 说的吗？如果根据你的经历，我觉得就是爱情上面，真的越早去感受到失恋是好的事情，因为每一次一件事情的发生是有好跟坏的每一面。坏很伤心，但是好的时候就是你会更了解自己，肯定是要经历嘛。工作艺人路他那么长，不一定一出生就跑到最红的那个点，就是你怎么跌下来也不会不怕痛，就是在往上跑，那个才是你成功。其实我们一辈子追求的东西不一定有结果，但是那个过程就是我们活着的意义嘛。所以千万不要害怕。人的身上会发生很多悲剧，但是是这些悲剧才成就了你，才塑造了 who you are。 很好的。哎，千万，刚才在短片里面丁先生说你儿子现在知道很多的古诗和成语了。对呀，前阵子我在家就是哼我的歌《花好月圆夜》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突然，我儿子就过来跟我说：“妈妈，我都懂那首诗。”原来他在斑马 APP 上面就念到那个古诗，啊，所以他就了解那首诗其实就是苏轼的《水调歌头》。哇，他好厉害，连苏轼《水调歌头》都知道了。还有啊，他不只是这个啊，还有跟我说那个霸斗也告诉他这首诗的典故。苏轼在中秋节上月的时候思念弟弟苏辙写下的。好棒好棒，哇，现在斑马的阅读真的很好，因为它不仅让孩子能够读古诗，还能够让孩子去了解古诗背后的故事，太赞了。所以呢，从小要培养孩子的传统文化素养啦。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室友组两个可爱的男人，今天应该迎来你们的新室友了吧？对。哎呦，好期待！来，我们看看室友组发生了什么。小飞机，小汽车，妈妈，这什么意思啊？来啦！妈妈，恐龙怎么画的？这个，接天莲叶无穷碧。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谁来帮帮我了？斑马 APP，
专为3到8岁孩子研发有思维、英语、阅读、美术和写字等内容。我要上斑马。在线趣味互动，孩子喜欢，家长省心。哎呀，轻松解决生活难题，全面提升孩子掌上力和创造力。斑马 APP 全科数字教育平台，学思维，学英语，学阅读，3到8岁上斑马。啊，猫咪！哦，你们家热闹了。Hello Kitty， 欢迎加入做家务的男人。作为我们第一位加入的女生室友，我们想要问你一个问题。Come on， 请你评价一下你的家务能力。家务能力，就是扫地啊、拖地啊，都是 OK 的。从小的时候在班里还当过一段时间的卫生委员来着。卫生委员都监督别人干活了，对，没有拿得出手的，说我是卫生委员。哎呦，一狗太幸福了。哎呦呦，为什么黄锦鲤在搭这个？这不是你的吗？这不应该你搭吗？对。哇，我现在干嘛？哦，呼吸。哪个是顶啊？咋搞啊？没法固定啊，这。这干嘛呢？哎，这东西咋搞啊？快快快快快快快！咋搞啊？你家那是这样的组拼上的吗？我家不是，我家全部定做的。我没看明白它这个怎么装。我来，看一下。英豪，你黄叔叔在楼下给你打屋子呢。哎。谁来了？嘎奇 ，Kiki。啊，家具到了。哇！妈呀！这咋整啊？怎么会没人给搬进来呢？想什么没事呢？老黄，老黄，老黄，别整那有的没的了。我看见了。真的关门了。我看完之后，我觉得我还是整这个吧，我不想整那个。你把这先放进来，外边太多了。天哪，我看见我不想面对。你快点，他住不住没关系的，他跟我睡都行。哇，又来一位，下车啦，好紧张哦，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干什么，千万不要大张旗鼓的来迎接我，我会害羞的，我会紧张的。想多了，可以可以，赶紧搬家具吧。哎，放在这儿。哇，直接就进去了。哇 ，Hello。Hello，Hello， 偶像剧。Hello， 哎 ，Hello， 跟这 Hello， 哎 ，Hello， 跟这 Hello， 人在这儿呢。我的鱼哥哥，马上变喜剧了，门在那儿呢，你从那儿进，我重新迎接你一下，你等着啊。好，那我就在这里等着。徐佳琪，到了，他到那个门了。Hello，Hello， 哥哥们好。哎，拿进来。谢谢。
好重的。先放这儿吧。嗯，搁这儿吧。哇，天哪！你们现在在干什么呀？那，干活。哦，这是你们昨天买的吗？对对对。我先把东西放进去吧。别放了，赶紧戴个手套干活吧。啊，是吗？也不是不可以、啊。猫，我先把猫给放下来吧。咪咪啊，嗯。它叫 Q 米。你跟西京相处一下，你们俩。你看看。嗨，西京。他俩打架不？有可能吧。你们放下看看。生气了，他生气了，他会害怕。那我把他先放房间里吧，你把他安顿下来。我是不是打断了你们的节奏？也还好。哇，谢谢。这里是我们俩睡的。哦，好棒啊！哇，这是你的房间。啊，好舒服啊，这里。我们干活去了啊！好，我马上就下来。听咪，看，这是我们的新房间。天哪！心里在骂你。本来没这么多活的，本来没这么些东西的。这个挺好的，这个桌子吧，这两个，这个我想要，把这个给我。天哪！还要回去了啊！你买这么多干嘛？你告诉我，你买这么多东西干嘛？就是一桌子一茶几，它比较大众啊，其他都是小东西啊。那是桌子，那是茶几，剩下这都全是你的，那全是你的凳子，全部都是。我哪有买这么长的呀？这个我没买啊，你买了呀，我送过来了。我没买这么长的，我买的是小的。快快送回去，送回去，那谁送过来？送回去，这么长我送回去吧，别要了，太多了。我觉得咱俩在那吃挺好的，就是那个岛台吃特舒服。那地方太不舒服了，坐着这高度也不对，站着我腿累。我跟你说，你到现在没明白，这样的桌子高级。我知道你不知道从哪儿开始入手吗？简单，这些太简单了。你把这个从后门丢进去。后门打不开啊。我去打开，你就搬过去。哎。哎呀。啊。就当健身了。很轻啊，对生活还是追求蛮高的，你对蛮精致的。你们昨天买了这么多东西？本来没有这么多的，东哥当时激动了一下，可能。这是啥呀？这些灯灯哦，你可以拿小灯把小灯全部放在客厅先。这是挂灯的那杆儿是吧？哦，哦，完了！你还是少拿一点吧，这灯不便宜啊。对不起，刚摔了。我去把剪刀拿下来。其实啊，你不用帮我们，你这儿有好多。对，你先把自己的东西弄弄清楚。对，我去拿剪刀来，我把我的拆了。哇塞，这也是一边。这可怎么办？没有说明书吗？我发现很多男的都喜欢不看说明书就开始弄。对对对对对对对。很不好。怎么样，黄老师，搞定了吗？不是，现在这个拧到底了，但是很松。你看，这些拧到底了，外边是不是少什么东西啊？对吧？拧到底了，但非常松，那外边应该还有个垫的或者是插的什么东西。这不对，送回去吧，别要了，不要了，扔了吧。
就送回去吧。太可爱了吧！求你的东西。哇，太可爱了吧！这可咋整啊？是我从一开始就错了？不能啊！这样，这事更不好拧了。正好，正好。啊，对对对，就这样。珍珠，太可爱了吧！它为什么在那儿发出那么多怪声啊？为什么那么小？哇，好小的锅啊！哦，好神奇，小锅好可爱，它感觉像在拆礼物一样。小刀吗？这是，太可爱了吧！小案板。哇，太可爱了吧！太丑了。这个茶几太丑了，我受不了了。这俩桨是干嘛的呀？这俩桨就放里边当装饰了吗？这茶几放着真的很碍事儿，又碍事又碍眼。这老师弄个桌子不好吗？你说？啊，这个是我最不能接受的。问题是他还有桨，太扯了，这俩桨太扯了。这个丑茶几下午就给它上湖面上划了得了。让我们荡起双桨。太丑了。你们的生活跟喜剧一样，真的。好啦，这个桌子。OK 了。啊。挺好哎，个桌子瞬间有家的氛围了。哇，这个不错不错不错，这个很舒服，真好哎。院子里有地方晒衣服吗？那后面有一个晾衣架。你这衣服是刚买的是吧？我给你们准备的，